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NetChain 频道的时间。咁啊，小弟现在继续系外游之中咧，咁啊，所以都系未能够好似平时咁用到一个画面嘅形式同大家系去分享赔率先机段片。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咁啊，大家可以慢慢听翻我每一句说话，咁都会听到每场赛事嘅 facial 噶啦。咁啊，簡單啲講啦，呢場賽呢個片段就係賠率先機咧，每場賽事會講兩種飛數嘅。第一種咧就係叫受歡迎馬咧，每場賽事受歡迎馬呢個名字就好虛無縹緲嘅。咁啊，簡單啲理解咧就係每場賽事都有啲人咧諗住買一啲馬，但係佢哋諗緊啫，未買到馬會，呢啲叫受歡迎馬。咁啊，越多人諗咧就越受歡迎啦。咁啊，第二種飛數係叫大飛。咁啊，就睇下隔夜去到而家晏晝2:22香港時間時候，有冇咩大飛馬在一啲馬道，尤其是非大熱門嚇，非大熱門都諗得住隔夜飛落去咧，咁啊值得留意啦。咁啊，事不宜遲啊，講講第一場。第一場受歡迎馬第一梯隊一號禪勝輝煌。受歡迎馬第二梯隊七號嘉應掌聲，睇下有冇大飛先啦。好，大飛嚟講就和海。有一注我覺得幾特。有一注都算特別，睇睇先。嗱，純粹參考，唔算好大注牛落去，但係二六 Q 咧，有一注買咗二六 Q， 太易揾耀寶區二六 Q 有注買咗，$10,000買咗二六 Q。我計二，睇睇先啦。第二就。哦，依注我覺得係唔出奇。八號 win 十買咗$10,000都有八號 win。嗱，我講啲唔係冷門嘅，唔係熱門嘅先。八號 win 都買咗$10,000。八號咧都係唔出奇咯，我覺得。好，跟住七號 win 啦，浸浸落啦，七號 win 咁呢啲唔使講啦，七號 win 嚇啊浸浸落。咁啊，最後有個孖寶七。射落二，睇睇先啊！七號嘉應掌聲射落二號紅海福星，咁以後孖寶六倍而家，咁正常計都係6.34倍，咁啊唔算有咩好大注落去，但係有個孖寶係七射落二 double 七two二，咁有個孖寶係嘉應掌聲紅海福星買咗$10,000，咁單 T 都有口嘅，又係咁嘅。單 T 又有好多，唔係因為呢個又唔係大熱咧，咁所以我都想講埋俾大家聽，等大家參考一下單 T。所以今場啲飛即係楞，即係大家知1717嘅啦，但係即係17較為熱啲啊，但係楞住第三隻嗰啲咧，第三四五隻嗰啲都好多 QK 嘅。1710咧有注單 T， 1710睇下先啦。1710有注單 T 買咗$5,000嚇，禪勝輝煌嘉應掌聲加埋只電信樂區1710有注單 T。呢場飛數雖然係新馬賽，但係飛數都有啲人搏下啲冷門，因為始終新馬大家知啦，好唔穩定啊。我第二場賽事受歡迎馬第一梯隊一號船利多彩，四號德力寶區，五號豪華威威，冇第二梯隊嘅。大飛就睇睇先啦。2.5Q 有一注啦，2.5Q 大 Q 噶啦都，2.5Q 一注啦，買咗$12,000到。跟住有好單 T 二五雙膽單 T 拖
二一三十二，二五拖一三十二。睇下二五單 T 拖一三十二啊，等我寫個字先。二五單 T 拖一三十二單 T， 就係紅海福星、奧華威威、雙膽拖一號、船裏多彩三號最多歡笑，同埋十二號嘅勁得意。咁啊，大家留意下，睇下仲有冇先啊。跟住就都是那些買的熱門，費事講啦，都是那些 WinPay 都是落在熱門度。第三場賽事受歡迎馬第一梯隊九號長長勝同埋十號嘅魅力一丁，就受歡迎馬第二梯隊四號陽光勇士。睇下大飛先，大飛嚟講，咦有一注喎，都多的大飛，有一注二四 PQ 先，偏偏君子陽光勇士有注 PQ， 買咗兩萬幾蚊啊，二四 PQ 有注買咗兩萬幾蚊，跟住有一注又大家留意一下啦，十二個 pace 買咗一萬蚊，東方精神。睇下先啦，一四 QPQ 樣樣大到陽光勇士哦，咁呢啲冇乜特別啫，都係熱門啦。一四 QPQ 買咗一萬蚊條到啦，啊有注一四 QPQ 都係熱門啊。跟住話，依個我值得睇一睇喎，大家都睇到啊。二號 Win 冧咗注勁落去喎，二號 Win 冧咗一注勁喎，睇睇先，及多彈先啦。二號 Win 買咗七萬蚊啊，冧咗一注七萬蚊落去啊。二號 Win 留意啊，偏偏君子 Win 冧咗注七萬。咁跟住啊，後孖寶睇睇先，孖寶係四六六，及及先啊。孖寶喺依一刻咧，四六六，如果睇而家賠率咧，就應該係大概九點幾倍啦。而家係百五點六倍啫喎，四六六。陽光勇士四六包裝百六四六六 ，double 四六六 ，double to 六。陽光勇士包裝百六，有注孖寶飛。好，第四場賽事，我潘頓嘅潘頓孖寶。第四場賽事。受歡迎馬第一梯隊六號包裝白鹿，跟住就八號年年勝利，同埋十二號魅力仔。受歡迎馬第二梯隊四號金槍武士，睇咩大飛先？大飛就六號 Win 啦，浸浸落個六號 Win， 包裝白鹿 Win 係浸浸落六號 Win。咁跟住就，咦？即係咁睇唔開依注飛，七套 pace 喎，福星 pace 啊，係咪幫福日做升勢啊？福星有注 pace 買咗三萬蚊嘅嚇，雞兒，二六 QPQ 都和嘅，何亮喎，二六 QPQ 啊，天竺貓包裝百樂。二六 QPQ， 哦，依個都有啲玄機喎，二六 QPQ 有啲玄機喎，買咗三萬六千蚊到啊 ，QPQ 每注二六 QPQ 天竺貓包裝白鹿，咁個玄機係咩咧？咁同大家講故事，你知包裝係都非常支持何亮嘅，大家要留意啊，包裝係非常支持何亮嘅，嗰啲包裝全城包裝唔知乜鬼，包裝大獎嗰啲嚇，定係唔知包裝乜啊？大家知啊，今季何良好多馬都包裝，咁要留意一下喎，天竺貓包裝白鹿喎，嚇 ，friend 底 QPQ 嚇，好，依場嘅大飛係咁多。好，第五場賽事，受歡迎馬第一梯隊一號大力猴王，二號勤得威力，八號路路爽。受歡迎馬第二梯隊十號亞洲力量十四號勝利之王
我睇下咩大飛先。大飛嚟講，首先一三 Q B Q 啊，大力球王發財大師買咗10,000蚊，咁呢個就係一三 Q B Q。繼而就樣樣有啲嘅二號位置買咗住大嘅30,000蚊，騰得威力位置。跟住就三號位置發財大師又買住大，又係30,000蚊到。跟住五號買咗住 Win，咦？我冇睇錯係嘛？五號喎，係咪撳錯掣咧？啲人五號買咗住 Win 喎，睇一睇先，似唔似買咗住 Win 先？我睇下五號個名我都唔記得咗點讀嘅呢樣咩？金鑼滿地定乜鬼？係咪五號買咗 Win 啊？有冇記錄錯誤啊？第五場五號。我唔知有冇記錄錯誤添，第五場五我買咗住 Win，我而家睇啲頭注額，睇下似唔似先。等佢撈緊嘅頭注額，撈唔出喎頭注額而家。嗱呢個我唔肯定，因為而家係72倍嘅金，我唔識讀啊，大家唔好意思啊，呢個我唔記得咗點讀。金鑼滿地先啦，我叫做，真係寫住喎呢度，頭注額，但係而家冇彈到出嚟，所以我撈唔到。肯唔肯定？好，但系我講咗五號 Win 就買咗注40,000蚊。我自己一陣間都要睇多兩眼先啫嚇。五號 Win 金鑼滿地買咗五號 Win 50,000蚊。好，第六場賽事，受歡迎馬第一梯隊，二號精彩動力。上次 Nature 馬蛋都中咧，呢只大家知嘅啦。13號街福區，14號周遊列國，受歡迎馬第二梯隊，5號陽明天空，同埋10號驚喜。大飛先睇，大飛就11號 VinPay 買咗10,000蚊啦，勁進光輝 VinPay 買咗10,000蚊注。第七場賽事。受歡迎馬第一梯隊一號馬林，6號象俠，7號黃腳立，8號喜澳龍。受歡迎馬第二梯隊2號精算謀略，同埋12號嘅寶麗生輝。睇咩大飛先啦、睇睇先，我都要睇睇啦。所有好 win 有一注，閃得快10,000蚊到，所有 win 閃得快10,000蚊到，咁跟住有另一注咧，2號 win 買咗一注好大40,000幾蚊，精算謀略，我買咗40,000幾蚊 win 添啊，2號。第八場賽事，受歡迎馬第一梯隊5號喜旺區，7號九五赤兔。受歡迎馬第二梯隊9號中華天下，睇下大飛先啦。大飛就咦唔係，大飛就第八場，2號 win 有一注喎，鬼鼠嘢喎，2號 win 有一注20,000，接近30,000蚊 win 喎，美麗在線呢個鬼鼠嘢啦。休息咗咁耐，復出咯。跟住7號 pace 九五赤兔有注大嘅，買咗60,000蚊啦。跟住39,39呢啲細注唔講。跟住有個7拖259 PQ，哇！你都好有信心啊，7拖259 PQ。每注30,000蚊，30,000幾40,000蚊，7拖259 PQ 啊！我再次重複，7拖259 PQ，7號九五赤兔拖，2號美麗在線，5號喜旺區同9號中環天下，7拖259 PQ，每注30,000幾40,000蚊啊！7拖259 PQ，好，第九場賽事，
受歡迎馬第一梯隊二號蒸蒸日上，三號八心八箭，四號閃電，五號年年有翼。受歡迎馬第二梯隊七號文明之星，九號自強不息。睇大飛先，大飛嚟講就二三 Q 有條二萬蚊翻版 Q， 二三 Q 有條二萬蚊，跟住二三七有條單 T 條就好細啫，賣咗五千蚊。二三七有條單 T 就係、是、哎呀，成日撳錯掣。二三七有條單 T 買咗五千蚊就係、是。蒸蒸日上，八心八箭同埋文明之星。咁二三 PQ 哦，唔好意思，頭先我講二三唔係 Q， 二三 PQ 啊，二三 PQ 啊，兩注都係二三 PQ， 夾埋有四五萬蚊，買咗兩陣啊，二三 PQ， 唔係二三 Q 啊，二三 PQ， 我講錯咗先。第十場賽事，受歡迎馬第一梯隊，一號知道再勝，五號長勝八區，八號雅典武士。受歡迎馬第二梯隊，二號威力奔突，三號魅力寶區。睇咩大飛先？大飛做，哦，我又冇睇錯，都應該冇睇錯。十號著燈買咗注兩萬幾蚊 win， 十號著燈買咗注兩萬幾蚊 win。我去到第十一場賽事，受歡迎馬第一梯隊。等緊撈緊啊！等陣，受歡迎馬第一梯隊等緊撈緊。好，二號日日美麗，四號好拍檔，八號美麗喝彩，十號大紅袍。受歡迎馬第二梯隊魅力一心十二號同埋十三號嘅試跑得。哦，睇下大飛先。大飛就一注都有趣，二六 PQ 哦，日日美麗英之星，二六 PQ 有一注買咗四萬幾蚊落去，二六 PQ 有注買咗四萬幾蚊落去，依注都算重喎嚇，二六 PQ 我睇睇先，二六 PQ， 哇！如果係大熱 PQ， 二六 PQ 嗰四萬幾蚊真係勁。好，咁啊，今集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啊，節目內容相當豐富啊，今集咁啊，希望大家都一齊贏啦。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可以俾個 like 呢段片啦，同埋分享呢段片俾朋友睇，睇宣傳嘅頻道嘅。如果未咁訂閱呢個最新嘅 NetChamp 頻道啊，如果大家平時係聽開 NetChamp 談狀嘅頻道，咁啊，大家都訂埋呢個 NetChamp 頻道啦。咁啊，如果大家想簡單支持我咧，都可以簡單喺呢個 YouTube 片下邊留一留言，留嘅謝謝 fans， 我都相當高興噶啦。咁大家留多啲言咧，我回覆多啲，咁 YouTube 就會知道呢個係非常之優質嘅頻道咧。咁我就分派我啲片咧俾更多 YouTube 買迷睇，更多 YouTube 買迷睇到我，自然令到 view 數上升啦，隨令到我非常之微薄嘅廣告收入咧再增加多少少嘅。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咁我最後希望大家嚟到我 YouTube 頻道撳訂閱啦，subscribe。按全部，按鐘仔按全部，咁第日我所有新片咧，你都有一個notification 通知，第一時間知道啦。多謝你支持，下集再見，拜拜。